由龙猫冒险者酒馆开发的《侠影行路：困境疑云》是一款很特别的武侠题材文字解谜游戏。玩家要和一群江湖侠客参加武林大会，却意外卷入一场阴谋，并受困于密室之中。玩家将面对机关重重的各种密室，以及影响剧情的抉择。密室逃脱是游戏的最主要的核心内容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玩家将会受困于各种诡异的密室之中。此时要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，组合利用找到的道具或是线索，一步步推进，直到打开密室的大门为止。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，玩家会面临许多不同选择，而这些抉择都会将故事带往不同的结局发展。发掘各种不同的结局也是游戏的一大乐趣哦。游戏除了有精美的画风之外，也有大量的文字剧情。喜爱武侠悬疑题材的玩家，也可以把这款游戏当成精彩的小说来阅读哦。